那会儿一年多也都闻了。对着带头嘛，你注意到哈，它咋个闻？嗯。那你又吃哪有啦？都回家呀，好。哎。嗯，那根竹子可以。爸爸，你觉得三节吗？啊，三节。你好直哦，那根竹子，小红。三节。嘿。太直了，那根竹子。啥？我还舍不得砍它。哼。那不是下来的吗？小白长胖了，我才对。是啊。那根竹子还可以。哇！用这三节，刚好我们一人一节。好嘞，这青椒成七个洋芋片。花椒、盐巴，你放油没得？那对头来放油一下。嗯。好，给它摇一摇。它会漏水不？不漏，你看嘛。嗯。好，我要烧锅嘞，待会儿。我们来照顾照顾管了。拜拜！啊啊啊！
好嘞，你得。也差不多了。哦，又录了。咦，这个也，哇！来，帮他抹布呗。哎，哎。OK。哇塞，好烫好烫，好烫啊！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嗯。吃了，爸爸又给你弄哈。哈哈哈，这个不错。嗯。那个都给我吃，因为我吃不完，那个我吃完都不吃。嗯，要得。我把我那儿挖出来。你吃的好快呀，妈妈。我觉得我那点枪不太够。不太够吃饭饭哪儿呢？好疼啊！我感觉这时候好跟瑶瑶两个姑家姑吃，一个家娃儿吃。孙子还不？嗯。应该我感觉不是完全也都是跟姑奶奶。姐姐要吃冰淇淋啊！乖乖。啊。给姐姐吃点冰淇淋啊啊！给姐姐吃。累呀、啊，你怕不？累累呀、啊，累累哪里在打呀？我们那还坚持好久。好，乖乖，你怕？